多太多的事情。这九年，我几乎是把我的亲人、把我的家人是放在一边，我就是全心的做到现在。都是全部都来不及应变，也可以讲是说气象的预估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错误，所以使得停止上班跟上课的决策也做得比较慢。很多地方都有情况嘛，都有状况。大概有8个乡镇已经列为一级警戒。妈妈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去那边住了几天，我就自己静静的坐在旁边，然后是下班了以后，然后才驱车到台北，然后大概我记得是12点还是1点的时候再赶回来，赶回来隔天的话再上班。我就觉得做妈妈的，做我们这一辈的人，看到太阳花学就会怎么很感动，真的真的非常感动。我就有坐在那个宾馆，都一直想哭，很多妈妈。很多妈妈在心上，我没办法，但是心里都要掉眼泪。我也希望看到下一代赶快茁壮，下一代懂得自己到底你们要的国家是什么。